自己娱乐工人，但是呢也是要用这种讽刺的方式提出我们的诉求。这一次的康康舞就带出我们今天主要的活动，要求缩短工时，绝不打折。待会儿我们到立法院前面，把蜡我们还给立法院，加薪要他实质给我们，好不好？好。好，谢谢这些辛苦的康康舞的朋友哈。好，谢谢。好。接下来哈，我们要邀请活动的总领队跟总指挥上台哈，为我们做今天五一开幕的宣言。首先欢迎总指挥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庄福凯，加油！我叫庄福凯，感谢各位劳工百忙之中从全台各地来到凯道，为我们的今天的游行加分，为我们的今天的游行加油，感谢各位。我想我们劳工在五一每年都会办这么重大的游行，但是我们从民国98年开始，对于我们的工时工资的问题，就是每年都向我们的政府提出诉求，但是看看我们的国道收费员，看看我们的警消，看看我们的医护人员，看看我们的航空业人员，及我们很多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工，他们仍然处在长工时低工资的状态，因此政府根本没有替他们解决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再相信政府的八大票，也不希望政府用烟雾弹为了选票欺骗我们劳工，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要要求政府落实我们的劳工政策，并且要好好的替我们劳工加薪，对不对？对。我想今天的游行，当然我们主持人有讲到，我们要缩工时，我们要反过劳，我们要薪水要加薪，我们要进派遣，这都是我们劳工现在的很大的诉求，很大的愿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知道啊，明年选举到了，我们那些立委诸公呢，为了选票，为了继续当选，当然开出了许多的支票，开出许多的八大票，但是我们劳工是好骗的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啊，除了要把八大票还给立法院，也要我们的行政部门不要再放烟雾弹，切实落实我们的所有的劳工政策，保障我们劳工，好不好？好。好，我们来喊口号，缩工时，缩工时，反过劳，反过劳。以及让我们的行政官员看到，那我想今天在这边有上万人的劳工聚集在这里，对我们的政府表达对其施政的不满。我
我想我们的政府不能再无感，不能再麻木了，应该要拿出同理心来，请听我们劳工的声音，具体的拿出改善的政策以及方案。各位都知道，台湾这几年来因为薪资长期的停滞不进，以及物价的波动升高，我们的年轻人一进职场做的不是派遣就是部分公司的工作，常常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明天。所以我想政府必须尽快来改善这样的一个劳动环境，让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个未来。企业利润分享也是全国产业总工会长期以来所呼吁以及追求的，但是我们要的企业利润分享是劳动的一个对价关系，而不是雇主的一个恩给。所以我想政府现在所丢出的加薪四法，对我们的劳工来讲，我们担心的是看得到吃不到。企业利润分享里面我们所要求的是应该马上去修改劳基法的第29条，在利润分享的计划里面应该让员工以及工会或者其相关人能够实际的去参与以及分配。那我想这才是我们要的东西，要不然以这一种粗糙的方式来通过，我们担心最后所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做假账、假加薪、真抵税，这是我们所最担心的。最后我要强调，劳工是社会经济的价值的一个创造者，我们今天要的不只是一个利润的分享，我们要的是一个劳动果实的一个平等分配。那我想全国产业总工会以及我们所有诸诸许多在座的工会，我们会一起打拼，一起为国内的劳动环境来努力，让我们修听修听这会，那直到台湾有一个有尊严有未来的环境，劳动环境，大家说好不好？好。再次的谢谢大家，风雨无阻，我们往前行，谢谢，加油。各位劳工朋友，我们2015年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我们今年的诉求非常的简单，就是说工时、反过劳、要加薪和进派遣。大家刚才都喊过这些口号了，有的人一定会问我说，听说立法院最近刚刚初审通过周休二日，他们已经说工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主张说工时呢？因为缩短工时从2000年开始就说过了，一缩短他们就变了一大堆有变形工时，后来又出现责任制。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诉求不光光是说工时这么简单，我们主张要落实周休二日，不要减少劳工的工资，而且要增加劳工的雇用。我们认为法定工时缩短到每周40小时以后，我们反对双周80小时。什么叫双周80小时呢？就是把它用来在2周之内挪来挪去，那这样跟我们原来的想法是有出入的。我们绝对反对双周80小时，在公司部门所有受雇者一体适用，每年的假日有123天。我们反对借着变形工时还有增加工作日来增强劳工的强度，每个月延长工时它的上限我们要维持在现在现行的46个小时，延长工时加班费发给2倍工资，休假加班要发给3倍的工资，最后工作时间内的休息时间要给工资，工作的时间间隔要维持现行的规定。这是我们在缩短工时当中的具体诉求。在反过劳方面，我们主张要废除责任制，减轻劳动强度，立法赋予劳工劳动检查权。我们首先要求删除劳基法第84条之一，废除所有合法的和违法的责任制。第二，我们要强化劳动条件，加重违法雇主的罚则，立法赋予工会还有行业从业人员具有劳动检查权。这才是我们主张说工时反过劳的具体内容。所以当大家问你说立法院已经说工时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喊说工时的时候，请大家加
将我们具体的诉求告诉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好不好？大家再来一次，说公司，行动剧的这个即将要演出，来，关东旗请放下，番旗请暂时放下。然后呢，哎，我们谢谢总指挥总领队，大家再会两位，加油！加油！各位，我们今天有发给大家手举牌，对不对？请大家举起来。来，红色的面向我，绿色的面向你自己。红色面向我，绿色面向你自己。好。我们在堂数刚好相反了，哎，绿色的面向你，红色的面向我。刚刚我们堂数主持人提到工时，立法院现在修的是真心的还是假的？假的。他是资本家是真的要给我们四十工时吗？不是。好，我们今天的口号大家喊一次，说工时，说工时，反过来，反过来。行动剧哈，就是是拔蜡要换选票，我们劳工真心却跟人家换绝情，所以接下来欢迎真心换绝情，拔蜡换选票，行动剧，加油！时值2015年5月1日劳动节。2016总统及立委选举就快要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站在台上，身边堆着一堆物资，可是他不知道在做什么。这个时候有一群劳工来到了现场，来，我们喊个口号，说公司，说公司，反过来，反过来，要加薪，要加薪，尽快钱，尽快钱。冲突这个时候有个家伙冲上了台，哎呀，是一个立委。你们要的没问题，没问题，都有都有，龙五龙五 ，OK 的 OK 的。他们决定拿出一些小礼物，可是这个时候就要小礼物快要传到工人手上的时候，日本家出现了。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还要更多，我还要更多。”如果不给我，我就要出走，我就要出走。于是政府和立委决定拿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还给工人。是一个没有用的狗骨头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可是这根狗骨头又大又白，又香又软。工人有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很开心。好开心，好开心！看到这幅景象，政府跟立委决定再度加码放送，他们掏出了更多的金砖。可是这个时候，老板又来了。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给我，不然我就出走，我就出走。”这个时候，金砖被夺走了。于是立委和政府决定拿一些不同于承诺的东西来给工人。是一根没什么卵用的鱼骨头啊！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可是这个鱼骨头又大又肥，做工精美，有一些劳工就这样子看着鱼骨头，好开心啊！好开心，好开心！于是金砖被夺走了之后，政府和立委决定再拿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加码。这个时候，老板又出现了，他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还要，我还要，不给我，我就出走。于是政府和立委决定拿一些不同的东西来给工人。是一个又大又肥的拔蜡票，好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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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又接受了这个东西，于是这个时候，政府跟立委。
为已经学乖了，他们决定把剩下的金砖直接交给。开心的老板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还要，我还要，不给我我就出走。”就在这个贪婪的呼喊声中，2016年大选悄悄的来到了。这个时候，立委决定忙着。恳请四票，恳请四票，哎，恳请四票，谢谢，谢谢，谢谢。老公，投给你，因为我们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就这样，立委得到了劳工的选票。然而，在另外一边，投给你，因为我还要，我还要。立委也拿到了老板的选票，但是各位老公，这是我们要的结果吗？不是。我们会被这样骗吗？不会。我们会被摸头吗？不会。我们会因为一根鱼骨头、一根狗骨头就在那边跳来跳去吗？不会。我们会因为一颗大麻辣就欢欣鼓舞吗？不会。那我们要决定怎么做？管的秘书长，人家资本家
朱芬甲讲话确定啦。人讲安那，以后跟工会谈盈余分配，冒号，不可能。所以大家认为加薪是吧？就算休了，我们资了家，我们有要办法要求他盈余分配吗？不可能。同样的，既然要政府介入去叫资本家分配盈余，不可能。我们唯有靠什么？就是我们工会的团结，对不对？对。但是台湾主工会多么的困难，今天能够来到现场的都是非常辛苦，经过重重的抗争才有办法站在这里的工人，还有相当多的工会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站出来，顺利的组成。所以我们同时也要求对于组织工会的打压限制，对于我们罢工权的限制应该予以取消。对，对。再来，我们谈到有关派遣的问题，今天有非常多受害者在现场。行政院说，派遣劳工保护法是用来保护派遣劳工的，但是请问这一部法有没有让派遣可以转正？没有。请问派遣劳工保护法能不能让派遣劳工不要再受害？不。很抱歉，这部法并没有。这部法目前为止让雇主、要换单位跟用人单位都可以获得保障，但是派遣劳工真正想要的转正并没有真正能够落实。如果今天能够让派遣转正，我们也当然可以支持派遣劳工保护法，但是我们要不要这个假的保护？不要。好，然后我们的行政机关里头除了派遣，还有更恶劣的用承揽，更恶劣的用委外，最恶劣的约聘雇，还有完全把劳基法当作垃圾，把劳基法视作无物，破坏我们劳动基础的，还使用了自然人承揽。像这样子公务机关带头违法的行为，大家能不能忍受？不能。好，所以大家把你的手举牌举起来，绿色那一面朝向我，红色朝向你自己，绿色那一面朝向我，红色朝向你自己。好，我们今天另外两个诉求，要加薪，要加薪，进派遣，进派遣，要加薪，要加薪，进派遣，进派遣。接下来待会在游行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大家把诉求向我们的市民，向我们台湾的劳动喊出来，好不好？好。黄玉德先生，请到舞台旁边来，记者要要新闻稿。黄义德先生，请到舞台旁边来，记者要新闻稿。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发起团体啊，这些发起团体的理事长跟工会干部们都相当的辛苦。来，先请发起团体的理事长们上台。好，发起团体的理事长，请现在立刻到舞台上面来，我们为大家做介绍哈。这个五一的游行，各位今天走到现场，但是前面是由这些理事长们非常辛苦的筹备，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物资、人力，以及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使得今天五一的游行能够顺利的举办。所以在此，我们要感谢这些发起团体的理事长们。好，来会旗的部分，请不用上来。来，劳政上。会旗下去，会旗哦，会旗请不用下，会旗请不用上来，来旗子请，谢谢你，旗子请不用上来，谢谢。我们发起团体的会旗哈，请在舞台的两侧。那接下来哈，我们好，非常感谢哈，以上是发起团体的理事长，我们是不是请说理事长简单介绍团体名称就好了，好不好？好，每个人请的，我们向请各位理事长向大家介绍今天所来的团体。来，首先，新海老师工会，加油！台湾机长工会，加油！
湾企银企业工会加油，台湾银行企业工会加油，合作金库银行企业工会加油，大同公司关系企业工会加油，中华邮政企业工会加油加油，中华航空企业工会加油加油，中华电信工会加油加油，台湾铁路工会加油加油，190会加油加油，全国教师工会总联会加油加油，中央存款保险公司企业工会加油加油，今天是5月1号，劳动节，是一个国
我们有一个仪式哈，现在请所有的朋友往总统府的方向，然后把你的旗子放下来。请问指挥车一，你有听到吗？来，喂，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即将出发哦，大家现在请往总统府。如果主舞台这边流程又告一段落的话，喂，大家请往总统府方向，一部车，有指挥车。请大家看向总统府方向右侧的指挥车，听他那边的指挥。中华电信工会暂时把旗子放下。
就是中间中间的那个对对对，这中间要留位置。你们目标是那个时间吗？没错，来，投降的同志们再往前，投降的同志们再往前。还没了。来调试台中队伍再往前，来调试台中队伍不要再快车道上。还有一个旁边还有好多队伍。对，我那时候很担心。来，调试台中秘书到指挥室旁边集合。调试台中秘书到指挥室旁边集合。知道挤在一起了，来中华电信工会希望前，好，各位，我们现在对立法院谈一下我们的诉求，说公司，说公司，反过来，反过来。法修正案，还有劳动派遣的。
小时。各位，一个月减少八个小时的上班，增加八个小时的加班，我们的工时有没有减少？没有。我们的工时有减少吗？没有。然后，这个政府让外劳越用越多，请问？加班工时越加越多，加班的是外劳还是本劳？外劳。外劳会加班越来越多，让本劳加班越来越少，外劳的剥削越来越严重，让本劳过得越来越苦。甚至台联党的立法委员还说要让外劳跟基本工资脱钩，让外劳跟基本工资脱钩，是不是会让台湾的剥削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好，现在我们请这个负责法拉的朋友哈、来，陶传统的朋友辛苦，请把法拉发下去。来，我们队伍中间发，我队伍中间发。另外一个议题，我们现在是劳工。来，队伍前方南店的朋友，请你们一定要拿到。陶传统的队伍哈，华人的队伍等等。要丢法拉的腿，要丢法拉的腿，请往前。中华电信跟全台总的朋友，要丢法拉的往前，来领。来，我们还是有准备这个法拉啊，请各座位的理事长到前面去。啊，请各座位的理事长到队伍的最前方。各工会理事长，请到立法院正门队伍最前方。我们即将丢的是由理事长们带领我们的法拉还给立法院。那来，在还没有宣布前，请不要丢。来，所有人，请从指挥官指挥，要丢法拉的，请往前集结。南电工会请起立。来，南电工会请起立，要丢法拉的，请往前。南电工会起立后，请往前移动。好，把那不够，把那不够。来，各位，三号路上哈，请各工会理事长往前移动，请各工会理事长往前移动。我们有真的把那，也请警方了解哦，真的把那帮助理事长丢的哦。如果有把一真的把那拿走，请告我们的理事长，请告我们的总指挥和总兵队，也请所有的朋友。不要对着警察丢，我们的目标是里面的立法委员每年每年开法拉票给我们，一届一届当选。可是我们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变，让我们处境越来越艰辛的立法委员，对不对？放在喊口号，法拉还你，法拉还你，加薪给我，加薪给我，法拉还你。指挥车的指挥，各位，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朋友迫不及待要领取法拉哈。来，前面南店的朋友，请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看到。没有，好，不要丢，摇一摇，摇一摇就好。对，今天这些，我们今天啊，其实是体恤里面的警方同仁啊，不好意思拿真的法拉来丢怕伤的人，但是我们的愤怒跟我们手上的法拉一定要丢。前面的法拉还没有拿完，要丢法拉的请往前来拿。来，中华电信全台总的朋友，还可以到前面来领法拉。大家举起法拉，把你的法拉举起来。哦，举起法拉，大家一起喊法拉，说公司，说公司，敢做
的这些立委以及候选人，来，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请好总指挥周福凯好来宣布。好，感谢我们今天来参与今天五一大游行的所有劳工，大家辛苦了。那我们的。